边。您应聘的是进口食品专区导购员职务，是。但是你好像并没有类似的经验哦。对，可是我之前是咱们这儿的顾客，我买东西经常上这儿来。说实话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哪个货架上放着什么东西。是吗？原来你是这里的消费者哦。是是。冒昧的问一下，您这边现在的婚姻状况？我的婚姻状况跟应聘有直接关系吗？好像这几年你并没有什么工作经历。是的，这些年，我其实一直在做一些公益，小动物的救助啊，关于儿童的一些公益项目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多的，从业的一些经验。你家住哪里？我家。家庭地址都不记得了吗？也不是，我现在因为家里面出了一些状况，所以暂时没有特别固定的一个住址，但是我相信我很快就会有的。那你今天过来花了多久时间？1个多小时，一个半小时吧。好了，那你平时能加班吗？加班我可以，没问题。行，您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，你可以回家等通知了。我可以加班，其实我也可以学。我其实很想得到这份工作，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希望。